定要恢复特征组，让这些有权力、有资源的大官不敢贪污、不敢歪歌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太激动，差点掉下来了。国民党部分区立委候选人韩国瑜帮蓝营小鸡站台，气不过民进党贪腐太严重，讲到激动处，脚往前一踏，脚步不稳，差一点就摔下舞台。还有韩国瑜反应快，站台也是金句连发，就算收圣诞礼物也很有梗。我送给我们韩市长呢一个礼物，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。对不起，我可以换一个好不好？可不可以送我假发？韩国瑜全台跑透透，尽力帮蓝营抢选票，侯康佩也分进合集，赵少康帮小鸡站台，再炮轰赖清德台独，只会害惨台湾。赖清德很绝，他还说他是一个什么维护和平的人，哎呦，笑死人了，哦，真的笑死人了。蔡英文已经把两岸搞成这样，台独工作者赖清德如果当选，两岸会比现在好吗？不可能嘛，一定比现在更危险嘛。侯怡则是出席全国水利会议见会，聆听十七个代表心声，而前艇一大将黄金春甚至说倒戈，呼吁130万农民力挺侯友宜。我要做总统，不要再治理会行咱的农民，好，你最好靠农民，好不好？宣战倒数不到20天，国民党展现大团结，分工合作到各族群选民抢票，要一搏政党轮替的机会。记者钟成良、徐国豪 S N 小组台北报道。我是徐国豪，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，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，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，为观众播报最及时的新闻，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